对不起，我迟到了。你应该不是第一次飞吧？作为一名专业的机组人员，守时是最基本的观念，这你不会不知道吧？<咳>好了好了啊，继续。今天沿途的天气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们机组呢已经把油加多了，所以大家心里要有个数，今天一定会晚点的，做好准备。好，就这样啊。 我让你跟我一起吧，不然就不会迟到了。早上导航就失灵了，带我绕了一大圈。算了，算我倒霉，碰到肖木。人家是出了名的冷酷机长，上一次咱们有个同事跟他一起飞，就在安全通报的时候少说了一句话，被他足足骂了10分钟。这么变态啊！小点声。 嗯，听说你20个本场飞起落零瑕疵啊，要不要飞一个给我们看看？没问题啊。怎么样，今天晚上飞？来喽，来，来，来，那。 所有舱门已经关闭了。嗯，好，申请开车。塔台，这里是 GP52栋16号桥位，准备好，请示推开。GP 52栋，由于空中流量管制，所有飞机将延迟起飞，等待进一步通知。不给我机会。 服务员，你的信来。先生你好，请问需要什么？你们这飞机啥时候能飞？因为流量管制，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机长已经在跟塔台联系了，对于造成您的不便，我们深感抱歉。不就你们这破飞机延误这么长时间，耽误我多少事啊？现在客户指着我鼻子跟我说我不守信用，这不打脸吗？啪啪打！哎，算了，我也不跟你唠了。 开门，我下去。先生，不好意思，请系好安全带，因为现在飞机已经等待起飞，是不能下飞机的。不行，我下去。先生，怎么了这是？这位先生执意要下飞机。先生你好，我们的飞机舱门已经关闭了，是不能下飞机的。你再耐心等待一下，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他现在起飞有啥用了？我客户都黄了。啊，不跟你废话了，开门，我下去。那让您下飞机也是可以，不过您的托运行李现在已经进入货舱。 我们要联系地勤工作人员，把全飞机几百件行李先卸载之后，才能找到你的行李。再然后，这几百件行李要重新的过安检，才能继续装载。再然后，我们要重新等待。我说你是不是头回坐飞机啊？没见过延误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喂，我老婆是去看病做手术的，一条人命，你赔得起吗？行行行行，好，好，好。那不好意思，请您耐心等待起飞。 客舱比较忙，所以现在才给机长送午餐，请慢用。没关系，谢谢啊。哇，这是天山吗？嗯。这里的风景真好，跟客舱看到的风景完全不一样。
那当然了，要是飞北欧的话，如果运气好，还能看见极光呢。我要是能成为一名飞行员的话，我就可以看见陆机长说的美景了，那我此生就无憾了。今天来送餐的为什么不是乘务长？乘务长在忙。那你送完餐以后，是不是应该回去帮忙啊？工作的时候，麻烦专心一点。是，肖副驾，我这就立刻回去工作了。我送你。谢谢。肖副驾，你能不能对我们的美女乘务员客气一点？我们平时飞很无聊的。我只是觉得工作的时候应该专业一点，在驾驶舱待这么久，一点安全常识都没有，还想当飞行员？无敌，刚刚那个不是肖副驾吗？有吗？有人走过去吗？应该是瞎了吧，看到人都不会打招呼的。行了，别赌气了，吃饭吧。哎呀，不去了，我想去那个法国最大一个市集逛逛看，有什么好买的。一提逛街他就嗨。嗯，怎么样，我们打出租车载你一程？不用了，我晃一晃就过去了。那你注意安全哦。好，小心。嗯，鞋不错哦。新买的，知道啦，拜拜。Madame, on est arrivé。法语挺流利嘛，谢谢帅哥。为我们中国同胞服务，是我的荣幸。哦，谢谢。走了。Maxi, au revoir。赚点钱不容易啊。
说你不懂女生嘛，女生说她不喜欢不愿意，其实心里还是愿意去哄她的。你这个不解风情，难怪你找不到女朋友。哎，相比找女朋友，我还是觉得飞行更适合我。你不会对女生没兴趣吧？嗯，嘿，我说的是飞行更加的简单明了，不绕弯子。谁像你跟我姐整天猜来猜去的，有意思吗？所以说你这个傻孩子嘛，你知道爱情的美妙就在这一去一来当中产生的，知道吧？啊，我傻，我傻啊！你慢慢的一来一回啊，我出去逛逛，透透气气。这礼物还是要帮我挑的，慢慢挑，我透透气气。这里是巴黎非常有名的圣心大教堂，附近很多艺术家的，而且这个地方很文艺，可以四处转转，没准找到很多好东西。我知道，我之前来过。你来过呀？嗯。那我先走了。哎，多少钱啊？哎呦，都是祖国同胞，要什么钱呢？没事的。不行的，你做生意的。没关系，那我们有缘再见吧。我叫夏雨。我叫无敌。玩得开心。嗯，拜拜。Mister? Yeah? How much is this one? This one should be 10 euros, please. 10? All right. Yeah, I get it. Thank you. Thank you.沙夫架？嗯。这么巧啊？对啊，这么巧，逛街呢。哎，这是沙地机长吧？你还知道萨利机长呢？他是一个非常传奇的机长，他把飞机迫降在哈德逊河上，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务，救了155条人命。嗯嗯。你不会是想要这幅画吧？不好意思，我刚已经付钱了。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要当一个飞行员。就好像沙利机长一样，这么厉害的飞行员，所以难得看到他的照片，就是。不过呢，你现在只是一名空乘，做好自己的工作，不要想这些不切实际的啊。每个人都有梦想的嘛，我是真的找这个照片找了很久了，刚好在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个缘分，你可以把它让给我吗？我想把它拿回家里照三餐供着呢，给我一点信仰的力量。供着是吧？啊，来来来，我跟你说啊，前面的路口送右转，有个中国人开的店，卖关公的，你把它买回去供起来更合适。拜拜。2009年1月，当萨利机长把飞机迫降在哈德逊河上，那一年我13岁，8个月03天。我记得很清楚，我跟我的母亲就刚好站在河岸上，亲眼目睹这一切。就从那一刻开始，我想当一个机长。小夫家，小夫家，你要去哪里呀？谈一下，谈一下，多少钱我付？要不这样子吧，我也不想跟你抢，我跟你跪了，好吧？别，真跪了。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那你说你让给我吧，好吧？好，立刻，立刻，立刻。谢谢你，小夫家，你是一个好人，这一辈子我会永远都记得。好心有好报，
再见。小心点吧，这一区治安很乱。脚怎么了？嗯，穿错鞋了，磨破了。能走吗？走是能走，就疼呗。前面路口就能打车，要不扶你过去吧？哎呀，穿不了鞋呀。那我背你来。哎呀，不行，穿裙子不方便。那踩着走，总行了吧？说你来看我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告诉你，好让你又躲开呀。我什么时候躲了？你看这世界这么大，我还想出去看看呢。把你的信卡停了，我看你到哪儿去看。我要储蓄卡呢，而且我还给自己打工赚钱。你看，这是我的。哼，看你本事的。说正经的。什么时候回家？哎，又来了！你说回去干嘛呀？接管公司我也不喜欢。哎，对了，妈，我最近考了那个法餐厨师执照，等我考下来，我给你露两手。夏雨，你能不能让妈放心？妈希望你踏踏实实的在爸妈身边找份工作。行，等我把这执照考下来，我就回国陪在您和我爸身边，天天给您做法餐，行了吧？上一次就这么说，真拿你没办法。我去趟洗手间，等我回来。在里面啊。哦，这么冷。
快到了，估计再有五分钟吧。啊，五分钟，好，好。怎么样？快到了吗？啊，说快到了，五分钟就到了。机长命令现在关舱门。啊。啊，要不这样，我下飞机，我们坐下一航班好了。他要回家，我们一定要一起飞。这个我，来了来了，儿子，你终于到了。你来，我怎么可能不来呢？是你。哎，两位先上飞机吧。哦，快起飞了，要起飞了。对对，谢谢你啊。不谢不谢不谢。来，在哪儿坐的吗？在这儿，儿子。哦。接通自动驾驶。自动驾驶接通，证实。今天天气不错，晚点的时间应该能飞回来了。肯定可以啊。两位机长好。请问今天的饮料还跟平常一样吗？对，我一样，谢谢。好的。我也是。好的。消副驾呢？给我来杯水就行了。你的球鞋等我洗干净了再还给你啊。不用了，扔掉吧。也好，有情况。没有啊，仪表一切正常。肖机长，该你轮休了。可以给我一杯咖啡吗？好。肖副驾，等一下轮休之后，需不需要给你准备工作晚餐呢？嗯。那我们的机长餐有鱼排、鸡排，还有牛肉，请问你要选择哪一样？除了牛肉都可以。好的，你的咖啡。谢谢。等下餐好了，你给他送过去啊。你干嘛不去啊？我很忙。那我也很忙呀。我超忙的。
闻错了。我跟机长已经确认过了，确实有烟雾，证明是有火星隐患的。这样吧，我们大家再分头仔细地排查一下客舱各个区域。那么大的动静会不会引起乘客恐慌？那就广播，叫大家系好安全带，趁检查安全带的时候进行排查。好，就这么办。好，那我去广播。那我们去经济舱。好。先生们、女士们，飞机将经过一段不稳定气流。先生，为了您的安全，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只是例行安全检查，不用担心。没事的吗？Ladies and gentlemen, 哎，你们动作小一点。Our plane is going through an unsteadily our flow. For your own safety, 只是进行一些飞机上的例行安全检查，没事的，别担心。好，帮我拿杯温水好吗？好的，稍等一下。妈，没事吧？没事，没事。排查怎么样？没有找到火源。这样吧，你再出去一次，让乘务长把所有厨房的断路器给关了，顺便再仔细排查一遍，确保安全。OK。各位乘客，请问有没有哪位是医生或者护士？机上有一位乘客身体不适，需要您的帮助，谢谢。Dear passengers, is someone a doctor or the nurse? 去南阳系统吧。各位，乘客怎么样？他的呼吸困难。什么情况啊？没有情况。什么叫没有情况？你们来回走啊，但我看不见的。我妈有心脏病啊。不好意思，我现在有事，麻烦你让。任机长。什么事？头等舱的夏太太突发心脏病，情况不太乐观，需要急救。哦，我知道了，联系管制员，找最近机场备降。 OK Control, this is Golf Papa 521. There is passenger with heart attack. We are ready to alternate the nearest airport. This is controller Golf Papa 521. We're fighting the nearest airport. Hey, 机长，备降机场已经准备好接机了，但是，但是什么？在备降机场的前方有一大片雷雨，完全绕过去的话，要多花20分钟左右的时间。从黄色区域冲过去。任机长，我觉得这样太危险了，要不我们稍微等一下。对于火情和夏太的生命来讲，时间更宝贵。我们从黄色区域穿过去。我们可以得到救命的20分钟，就这么定了。任机长，要不您稍微再考虑。说过了，就这么定了。下降高度。
任营长，不能再飞了，前面是红区，这样太危险了。521, request heading 120. Go Papa 521, heading 120, approach. 记住你了，如果我妈三长两短，我会第一时间找到你。尽力了，小心！妈。